哎，各位小财神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打扰了哈。因为呢，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事件哦，所以我就要直接再发布影片哦，就没有按照我们的流程来发布了。那今天最大的 topic 呢，就是哎呀，我们的频道在2020年的7月29号早上呢，正式突破万人订阅了，哇，好开心哦。好，所以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哈，因为我从5月底开始决定要认真的经营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之后呢，几乎每天就一支影片，然后这样持续不间断的2个月之后呢，因为很多人的帮助，好，还有就是比如说这重口味这个表姐的频道啊之类的哈，让我的人数就是一直持续稳定的往上攀升，那直到今天7月29号，过了2个月。真的来到了破万这个订阅的这个关卡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的谢谢大家。所以我决定要特别的录制一支影片，然后来跟大家就是欢庆一下，好不好？开心的，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悦，然后顺便就是我们有好康要送大家哈。那我们赶快往下看，好，那宝可梦什么都没有，就是点数咖啡最多，所以我们这次一样哈，破万订阅有好康，就是我要来送100杯咖啡。那这100杯咖啡要怎么取得呢？好，来这边看一下啊，这个活动详情呢。通常的话，我就是针对不同的平台都会举办不同的活动。那在我们 YouTube 这边的话呢，当然就是用影片来跟大家讲解活动内容。那么也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活动哦。活动的内容就在下面，不会很困难。好，时间的话就是7月29号，今天开始到2020年的8月31号哦，就是往后走一个月。好，这个时间的内容。要怎么走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你们会来订阅宝可梦的频道，就想必你们是喜欢我的内容的，所以你应该会看我的影片吧？哈，会看影片的话呢，一定会从头看到尾吧，至少有一支。那你就会发现，其实，在这一2个礼拜，我的影片里面就多了一个很有趣的小单元，叫做宝可梦金句。好，那你只要有看影片的话呢，你就会知道最后我会跟大家再讲解一个概念，然后做一个重新的统整。好，这件事情至少有做了10几支影片了。好，那我邀请大家就是去回去观看任何一支影片，然后你去找到你最喜欢的宝可梦金句。那么在我们现在这支影片下面留言说，我最喜欢的是宝可梦的哪一支影片？那他讲到了那个金句是什么什么什么？我的想法是感同身受，还是我有什么什么不同的意见？好，你把它写在下面，那么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咖啡抽奖活动了。好，那我最高会送出100杯全家咖啡。好，那我会怎么操作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在8月31号活动结束之后呢，我回来看我们下面的留言，再挑出几个写得不错、很有趣的这个留言呢，我会再把它制作成一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。也要记得来看一下我们那一支就是最后的得奖影片。你只要发现你被念出来了，那么你就中奖了，就可以来跟我领奖喽。好，所以就是这么简单。活动走期就是7月29号，今天到8月31号，为期1个多月。那么你只要在这个时间里面呢，回去看我的影片，我的影片的最后面的段落有讲到宝可梦金句的话呢，你就把它记录下来。那么回来我们这篇影片下面留言，好，那写下你个人觉得印象最深刻，或者是你觉得最特别的，对你有启发的那段文字，好。那么你就有机会中选，中选的话呢，就是一杯咖啡送给你了。好，每个人就拿一杯咖啡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那有一点简单的注意事项，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哈，就是我会在活动的结束的15天内完成这件事情，所以最快应该是在9月15号来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好，有念出来的呢，就代表你中奖了哦。那我会在这个开放大家9月16号到9月30号这段时间来领奖。好，那你要写信给我 ，ask Pokemon， 好 ，ask me 小老鼠 Pokemon TW， 你只要写信来跟我讲说，我中奖了，好，我要领咖啡，好，那么详细的领奖方式呢，我会在9月15号的影片跟大家公告。好，来完成领奖的动作之后呢，我会在9月30号请我们的赠奖小天使呢，然后统一来发放咖啡到你的全家会员账号里面去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全家会员账号的朋友，也请你赶快找时间先加入全家会员。好，有全家会员之后呢，你可以登录他的 APP， 那么你就可以在里面去购买他的这个一些线上预购的商品，那包括就是这个咖啡也可以直接入到你的户头里面去，你就可以拿来用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就是非常的简单。好，那也希望就是宝可梦做这个抛砖引玉的动作，能够让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，然后觉得说，
来看宝可梦的频道的影片，然后还可以有收获。除了有收获之外呢，你还可以有机会多领一杯咖啡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活动，最多100杯咖啡送出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当然不太可能送那么多，除非你真的像认真一点哈，去写文章，而不是 copy paste。你 copy paste 的话，不会被我挑中，那你就不可能中奖了。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就是认真的看影片，然后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趣的。这个叫什么正的能量循环，因为我的付出你们有收获，那么你们来 feedback 给我，这样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大家不要再去提说哎呀做这个频道这两个月到底花了多少钱，因为你们都知道每一支影片的下面都有小白字，这些小白字都是我要再花钱请人家帮我做这个语言上的校正的，好，这部分都是要花钱的，一支500，好，这样从这两个月至少拍了60-70支影片，这样乘上去至少也都是花了3-4万哦。那包括这个就是 AI 去帮我们辨识出这个字幕的这个部分，这也是按这个影片长度来收钱哦。所以这什么都要钱啊，哎，真的是很辛苦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个人觉得我喜欢这件事情，我愿意为这件事情去努力。好，我愿意为了为更长远的成效跟回报，然后现在来辛苦的付出。好，如果我现在不认真做，将来会更困难。所以这也是我很希望能够拿来鼓励大家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你学习到了宝可梦的精神，你是不是也愿意为着你的梦想，为了你想做的事情而夙夜匪懈的去拼命。好，如果你愿意做到这个样子的话，你跟我一样，你一定很容易就可以成功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是一个正向能量的分享跟循环，也欢迎你就是多多学习这样的精神，一起来努力，好吗？为自己的事业打拼。好，那最后的话，我们来简单举个例子，就是之前我到底有举了哪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宝可梦金句的部分呢？我就举了10个，我随便抓就10个了，好不好？你来看一看，好，然后再回去找那支影片来把它整个看完，你就会有所感受，有所收获这样。然后第一个，哦，这个这是联邦赖点卡的那个开箱影片哦。那最后我讲了一句话，叫做换汤换药不如换骨夺胎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赶快回去看那支影片你就知道了。好，来，再下一个的话就是星光三月联名卡的自动加值 10% 优惠介绍，我有讲到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，哦，这代表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 JCB 10% 的优惠呢，不会永远都是只有这个悠游卡公司他们推出来，这个也有其他银行想要后来追上去追赶，所以呢，你是不是有可能去使用其他的优惠，而不见得就是永远死守的 JCB 10%，反正也不见得抢得到嘛。哦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哎，这个好，哦，中信买位哈，哦，这也是前一阵子讲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哈，哦，这个典故的故事有跟大家分享过了。好，赶快回去找这支影片来看一下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星光寰宇现金回馈卡，其实我现在的主力卡，哦，就是拿来就是这个所谓行动支付，哦，CP 值很高，合抱之木生于毫末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来看一下这个影片你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国泰世华的 Costco 无限卡开箱写什么？量力而为，凡事要量力而为，不可逞强。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告诫呢？是不是代表说无限卡不是每个人都办得下来的，他要年刷30万才能够免年费，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，不是看到宝可梦介绍就觉得一定要办，没有这回事，而是衡量自己的需求再来申请信用卡，对你来说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海外交易 12% 回馈神卡登场，这个是永丰必备卡哦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你永远都不知道哪一家银行会来一个天外飞来一笔，然后就把你踢下去了，踢下神坛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永丰必备卡也是我们2020年下半年非常需要重视的一张神卡哦，记得来看这支影片。好，那像兆丰一秒 Happy 悠游信用卡，哦，这个力争上游在努力，哦，这是我对兆丰银行的勉励啦，希望他们可以就是推出更好的优惠，能够让消费者加惠消费者，能够让消费者就是有更多更好的选择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玉山尤贝尔卡换汤不换药，哦，这真的是爱之深责之切了，哦，真的是哎，不知道讲什么。好，这个每个月呢该花多少钱来做置装，怎么样买才是最划算的。好，我这边讲了这个还蛮难的一句话，哦，这个叫做物而不物于物，则虎可而得类也。好，这个有一点难以去这个当下解释，但是我非常欢迎你就是来去看这支影片，你就知道这个文言文讲的是什么意思了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
为何讲到理财退休大家都兴趣缺缺呢？好，积千万里不如养个好习惯，养着一个很好的理财习惯对你来说一定有很大的助力。好，那在这个影片的下面还有一个粉丝回话给我，他就讲说你讲的这东西我都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就觉得说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好，我讲的道理当然全世界的人都讲过，都讲过几万遍了，但是有些人就是不知道。所以我持续不断的去沟通这个观念的原因，就是为了要让其他不知道的人能够去理解并且去实践。那我也想问，反问这位先生，就是你就算知道这些道理，你有去实践吗？你有因此而变得就是财务自由了吗？如果你没有的话呢，那么就应该要继续努力，而不是觉得说都是听过的道理，那就觉得没有意义。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好，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借由就是我持续不断的在分享这些内容，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跟感受。反正今天你们最大，好，重点就是我们的平台已经破万订阅了，拍拍手，好开心哦。然后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抛砖引玉，撒个100杯咖啡出去，邀请大家一起来看影片，然后来理解一下说我讲的每一支影片背后所代表的一些意义，能够让你有所深思并且去改善你的生活，那么我的任务就达到了。好，所以这个不是赚钱不赚钱，钱赚了多少的问题，而是能够对大家的生活起了一点改变，那么就是你们追踪宝可梦从这个频道里面获得的最大的收益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，也是一样，赶快来订阅一下，然后呢，小铃铛开起来，好，不要关掉哦。好，小铃铛开起来之后呢，别忘了公开的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邀请你身边的所有亲友一起来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来学习理财、学习信用卡，让自己更快的迈向财富自由，好吗？我是宝可梦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